算了吧，大喜的事。不行，他们这种轻心大意，就是没有把我们孤儿寡妇放在眼里。把唐世荣革职查办，立刻拉出去。长，不关唐世荣的事，是儿臣一时不小心失手砸烂的，所以叫唐世荣拿次品带一带。你是？算了吧，让他们再烧件好的补上吧。皇帝大婚之前总得图个吉利。好了，你们都起了吧。谢两公皇太后。事情倒是没什么。别让你多嘴。你知道这什么地方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长，你知道太监干预朝政是什么罪过？长，快点，快点。太不像话了，依我看还是照老规矩把她嫁出去算了。给她找个人家吧。行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不是我二哥安德山呢？你可别跟我耍鬼啊。哎呦，奴才哪敢呢，奴才我还得伺候您呢。好吧，就这么办吧。长，姑娘，换上吧，换上吧，姑娘。还站着干嘛？滚！是，一个个张牙舞爪的，还把人家大姑娘吓着。安公公，您叫他们放我回宫吧，我回宫跟皇上见上一面，我就是死也甘心。哎，安公公，我求求你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就是皇上也不能让人家大姑娘一辈子不嫁人呢，啊，是不是？再说，嫁给我也不算委屈你啊，啊，是不是？你，不是你二哥吗？对呀，以后别叫我安公公了，就叫我二哥哥。哎呀！人，哼，放我回去。何必呢？啊，大喜的日子，放下。放我回去。放下。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，有福不会享。我叫你自作自受。安德海，你不得好死。
楼下的姑娘们见客了。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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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，走，快两步。楼上楼下的姑娘们见客了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快。小玉，小红，金花，翠宝，这不是画的挺好的吗？哭什么一个个的？可不是挺好的吗？皇上皇后好得像蜜里调油似的，从大婚到现在，奴才们还不知道皇上长得什么样呢。哎，宫里都是这样的吗？宫里的人都说了，我是您挑的，皇后是母后皇太后挑的，所以皇上特别讨厌我，还说母后皇太后是东宫，圣母皇太后是西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好了，别听他们嚼舌头，不会的。不会？奴才还听见皇上跟皇后唱您来着。唱我？唱我什么？三月三，老太后要上花果山。我上花果山干什么？说您上花果山找孙猴上西天呢。简直胡扯，我还找猪八戒呢。茉莉花儿烧腰间儿，玉簪瓣儿茉莉花儿，大花八根泪，三月三老太太要上花果山，想找孙猴上西天，烧着香儿捻纸捻儿，茉莉茉莉花儿烧腰间儿，玉簪瓣儿茉莉花儿。给皇儿你请安，皇儿皇儿你吉祥。哼，罢了，起来吧。谢皇儿娘。哎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了你们的清幸。你们接着玩吧，我走了。皇儿娘，没事没事，皇后再教两句民谣。哦，唱民谣就唱民谣好了，把我编排进去干什么？没有啊，没编排你什么。没有。哼，我听得一清二楚，说什么老太后要上花果山，还要找孙猴上西天。哦，您听错了，不是老太后，是老太太。哦，你们嫌我老了。哼，十一年内忧外患的，我能不老吗？我把你养这么大了，我能不老吗？我看咱们把奶妈辞了吧，你们都会打花巴掌了。皇额娘，我……你等会儿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，让我们娘儿几个唠唠嗑。是。
你今年几岁了？十七了。十七岁也该有个人样了。我就不信你那位状元爸爸把你教导成这个样子。皇阿娘，我……你应该记住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皇后，你是统摄六宫母仪天下的皇后。皇额娘，不要你插嘴。皇额娘，你还记得我这个娘啊？怪不得人家说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。你忘了我没什么关系，可是你不能忘了祖宗的家法，不能忘了江山社稷，不能忘了全国黎民百姓等着你去当家做主，你躺在这里打花巴掌。我一生好强，偏偏生个儿子不替我争气。皇额娘，我问问你，为什么大婚之后你连惠妃的宫里去都不去一趟？你这是因为我不喜欢他，还是因为他而讨厌我？说。皇额娘，我哭来点急性的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这一个月里你给我修心养性，好好念书，谁不去找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这不是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是王羲之的书法。有道是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”啊。嘿，嘿，嘿，照的。这画的谁呀？是乾隆爷的外宠，京师著名的三姑娘。思春图，怎么个外宠？传说在这儿有一条地道，一直通到前门外三姑娘的住处。老祖宗一高兴，就去溜达溜达。啊，听老爷子说呀，到外面去溜达溜达呢，那还得了？你马上派两个人跟着老爷子，出点差错，我可为你说。